大家好，今天过来山上帮一位朋友挖一个三叶红崖矮坝老桩。现在大部分那个桩啊，现在是在那个土里面，现在看不出来，先把它挖出来再看一下。这里很多石头啊，这还要挖很深呢。现在把这个主根呢，把它锯掉，锯断。终于挖起来了，好难挖呀，这个根太粗了。这个矮坝啊，挺好看的。把这个泥巴把它清理掉，这里这个中心好好看，很大的。大家好，现在这个泥啊，这个泥巴清理掉了，这个桩形呢露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桩形挺好看的，舍利吧，小矮坝，这个做盆景是特别好看的。看一下，像这个桩形呢，在我这边是挺少的，自然形成的。好，现在拿回家给他寄过去了。